天我们两期实习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辩论赛，收官之际神仙打架的梦幻行动。我们的口号是 We have nothing to lose。 我们的口号是快乐辩论，你我他，38楼不分家。土味情话。第一轮 1v1 现实 battle，我们不应该因为看不惯老板就果断辞职。何谓看不惯？我可以看不惯老板三天不换袜子。就比如说史律师每次找我喝茶，我不喜欢喝茶，在剩下的28天里面我都看得惯我的老板，只有那两次看不惯我的老板。第二轮为4v4团体辩论赛，积分高的队伍啊将会获得最佳辩论队。借要配合，出门才是江湖，不要把苟且当永远，不要把消磨当改变。职场的这段黄金时期又有谁来弥补呢？对试错的成本勇敢的站起来，做出改变，做出寻找自由的我。没有了这份高薪的工作，我们在大都市里面对高额的房租，靠着微薄的薪水寸步难行。我们勇敢一点，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选择自己喜欢工作的权利呢？本次令人心动的最佳辩论队就是我们的